准求见，宣他进宫。遵旨，万岁有旨，寇准进宫啊！领旨。臣寇准见驾，吾皇万岁。寇卿平身，万万岁。寇卿今夜进宫为了何事？哎呀万岁呀，今有西夏藩王新兵造反，边关守将连失三城，事情紧急，臣休得本章，请旨落幕御览。臣上来。藩王人马如此猖狂，一旦屏障有失，汴梁危矣。是啊，汴梁危矣。啊！兵不王强之子攸关，他为何不奏与寡人知道？来，有，宣王强进宫。遵旨，万岁有旨，王强进宫啊！明儿
迟。反王犯边纪，王强其诉孟东人。臣王强见驾，愿我吃万岁，万万岁。平身，谢万岁。藩王藩寨连夺三关，军情紧急，你为何不奏与寡人知道？臣妾万岁，小丑跳梁，何从胜利？相识藩王府库空虚，金发大兵借此榨取金箔而已。若予以财物，那藩王自然不战自退矣。王大人此言差矣。哦，差。想那藩王连年修文被诬，心怀叵测，此番进兵已在中原，依我看来，即可发兵征讨才是。赵王，狼子野心，意图不轨，若不私下征讨，怎报边疆而安社稷？这发兵征讨，王大人，赤心报国，此其实矣。那可自然，但不知命皇人挂帅征讨。这挂帅之人嘛，非杨家将不可。这杨家将，臣妾万岁。那杨家自太君辞朝之后，退归林下，冷淡朝廷，焉能启用？不不不，太君辞朝并非杨家冷淡朝廷啊？难道是朝廷冷淡了杨家？不臣，这是啊，寡人何曾冷淡杨家？口亲何耻此言？万岁呀！万岁，真诚般赵王家。
心，孤身的嫩欢起他养家吧。下嫁也不成，寇大人岂不知山外有山，人外也有人。如此说来，王大人早已是胸有成竹的了。相老夫位居兵部，焉能不防落贤才？这挂帅之人们有是哪一个？臣妻万岁，臣服现有一人，若能挂他为帅，定能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只是此人与老臣有些过瓜葛，不便免奏。为国求财，不必内亲，速速走来。哦，就是陈思方伦。方伦，哪个？我此方伦。是啊，将门虎子为可响亮，只是这三军统帅非比寻常。万岁何不颁下榜文，官居贤才，教场比武，胜者为帅。好，朕和国义九命二亲，执掌此事。国王要亲选良才，你个人持公去吧。臣臣告无退。为国求贤，当谨慎呐！自有安邦定国人，但愿如此啊！Thank you.
往哪里去了？启禀太祖母，我姐弟二人正在山前习武，忽见柳溪中水清涧底，鱼儿穿梭，哎呀呀，好不有趣儿啊！太祖母，您听我说呀。哦，你讲。孙儿见乱草丛中有两只野兔，是我开弓搭箭，道声招，一箭连中双兔。哎呀，好剑法呀！太祖母，您听我说呀。好好好，你讲。我正见能广兄弟追逐野兔，忽听山雀哀鸣，原来有只大鹰从林中追扑而来。我见那鹰一强压弱，气他不过，捡起一块石头就这么一扔。怎么样啊？那鹰啊就应声落地了。看他二人有如此本领，真不愧我杨家之后。可惜呀，空有这身本领，却无用武之地。当年尼父像你们这样的年纪，早已为国立功报效了。左文，太君闻得西夏藩王新兵犯境，边关告急，特来禀报太君之道。西夏藩王竟敢新兵作乱，欺我素食无人，真真恐我。是啊，着实的恐我。不知朝廷如何御敌？料必派兵征讨。哪家掌权？何人领兵？这倒不知。想我杨家世代忠良，自此朝还乡之后，20年来早被朝廷抛于脑后。只是国家一旦有难，怎不叫人忧心也？国家有难，
令人担忧，即使太君放心不下，何不差人进京打探？只是杨洪年迈派何人前往呢？太祖母，您就叫我们去吧。哦，你去。太祖母，我也去。汴梁城我们还没去过呢。好好好，你二人即要前去，并至你母再去不迟。遵命。孩儿有请母亲。了一旁坐下，告诉阿夫人，请坐。有诉。参见母亲。食材宗保言道，藩王造反，尽亏我中原来了。竟有这等事吗？真是。太君有何之意？使我放心不下，已与差人前去打探，但不知命何人前往。金华文广定要前去。是啊，我这两个小孙孙从未去过汴梁，借此机会也好叫他姐弟二人见识见识。妈呀，您就叫我们去吧。恩秀的多口，启禀太君，汴梁乃是非之地，以孙系看来，他姐弟还是不去的好。那汴梁城，我杨家去不得，哪国去得？是阿夫人，太君是去得，你就叫他们去吧。妈呀，您就叫我们去吧。Thank you.
而无依，何妨身？夫人何必狂担心？妈呀，您就叫我们去吧。
小城的呀呜呀群雄，安王儿伦，只因西夏反晋，朝中无人挂帅，爹爹命我必无夺取帅印，想安练就这全身无益，刀工盖世，剑无虚发，总有那三头露背的儿郎也叫他摆在俺的刀下啊！想起一件事儿来。你想起什么事儿来了？太祖母常跟咱们提起天伯府，你我一同前去看看好吗？走，咱们瞧瞧去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姐姐，可我不认识路啊。我说兄弟，你可真没记性，太祖母不是常跟咱们说进城不远，在官道上就能望见一座高大的门楼，哎，咱们何不找上一找？对，咱们走。走。天伯府吴宁楼，威武的很呐。
沏茶只在百尺楼观上，花鼓上一拍呀拍，上阵刀枪。眼睛色随遇了豪情替一堂，赤双妙舞斜剑，要驰骋沙场。我养家上三代是保国上将，安稳光景要我做四代栋梁。姐姐，有朝一日出兵打仗，我要是做了元帅，就点你的先行。什么？你的元帅？我的先行？美的你，我的元帅，你的先行，那还差不离儿。哎，不成不成，我的元帅，你的先行，那是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男的，你是女的。那我问问你，当年咱妈挂帅的时候，是谁的先行啊？是爹爹的先行啊。不结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元帅一定是我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元帅一定是我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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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来的野孩子，跑这儿胡闯乱撞来了，也不打听打听。这儿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们家的府地。呸！别不害臊了，这儿是兵部王强王大人的府邸。看你们不是小孩子，早把你们抓了见官了。那是为什么呀？你们犯了禁了。嘿，这阳关大道难道说还禁止行人不成吗？听我告诉你，我们这府门口有三尺禁地，文官下轿，武将临安，谁要是犯了禁，把他拿到兵部大堂上问罪去的。哼，王强老贼竟敢如此的霸道。偏偏就有这样仗势的小人。嘿，好小子啊，张嘴就骂人，今儿个呀，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。还敢打人？问问他，还敢欺负人不敢了？你还敢欺负人不敢？哎呦哎呦，俩打一个算什么本事？这要是让我家公子知道了，他武艺高强，性如烈火，你们俩谁也跑不了。把你们公子叫出来。嘿，叫出来，好大的口气呀！我家公子现在在教场比武呢，他要是夺了魁，还能当天下兵马大元帅的。你有本事啊，你找他去，你跟我这儿，你没。嘿，我说兄弟，咱们有跟他在这儿生闲气的功夫，何不到教场跟他比试比试？对，咱们走。走。万岁！比武上来。命。
国敢称？哪国敢称？嘿！臣妾万岁，比武一比，众将俱非，微臣的对手啊！万岁，我儿比武获胜，就该命他挂帅才是啊！且慢，王伦刀法虽好，不知剑法如何？教场之内，虽有金钱一枚。博物之外，舍中金钱，方可为帅。依亲所奏，王伦当场施来，领旨待俺箭射金钱。青红皂白就下令轰赶，难道说这比武场只许你们王家逞强作罢，就不许别人家论武显能了吗？阿斗，胆大顽童胡言乱语，与我轰了啊！吃去！且慢，啊万岁，听他二人愚痴不凡，必有才能。万岁何不传旨，准许他二人比试才是啊？好，你个二人既要比我，有何本领？刀枪剑戟，剑剑皆能。待尔臣修发狂言，可能箭射金钱。箭射金钱不足为奇，我能一箭穿金钱，二箭断红线，等那金钱落了地，那才算本事呢。是，两不就啊，两得就，两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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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。来，快快施来。遵旨。Thank you.
上青天比武场，身手先，文广金玉多亏缘，开弓要胜难拦严，攻来沉住在胸，不怕难，攻不趁手，此次力大无穷，日后必是将才，看大功伺候。大万岁，那天不逢，现有吴伯旦铁台功，我不叫他一试啊？哦，快一快起来，快一快起来。我说兄弟，像那天不府的功，莫非是你我老祖宗当年所用的吗？少时一看便知。金刀羊祭业之功是老祖宗的功，你我一同拜过。什么人？是我二老双亲。哦，你是文光？正是。你叫？我叫金花。不错不错，金花。哎呀，依然长成人了。太君可看见？老太君看见得很呐。可是太君命你们前来比武夺银的吗？不是的，只因西夏藩王犯境，太祖母命我们进京打探军情来的。怎么，太君命你们打探军情来了？挂帅之人有了啊！身无有人多英俊，世代有贤龙虎身，王伦本领何足论，这才是安那邦。
报国今日教场之上，比武事小，多饮食大，只管放大了胆，由老夫与你们做主啊！多谢叔祖父。记下了。啊，万岁！他二人无意超过王伦，率营就该归他二人执掌才是啊。你们知了，帅印一刀某手，你们拿过钢枪，万岁与臣子所知，若不从功是难以服众啊。好，就命他等重新比武，胜者为帅，败者为将。儿啊，快快地来！是，领旨。上网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啊，万岁！教场比武，杀伤无罪呀！
休命魔鬼殷挂帅，宗宝一位副帅，金花文光一位左右先行，各路人马人品吊签，快快行恩呐！谢万岁，百家回宫。过来，在命你二人捧了帅印，护送金花文官回去。遵命，多谢叔祖父。